哥，快点听话，哥给你来送箱子来了。快点，我回去找你，你肯德基都没拿。哥错了，哥错了。来来来来，你拿走你属于你的箱子，然后咱们各自一块战斗。快！我是不是要把你逗笑了，你才好是吧？哥拿了一路了，找了你一路了，拿着，一直拿着。 我错了，当您拿那个箱子，那一刻起，你就得想到，你要拿完这个箱子，你得承受的责任和义务。我承受了，他错了，你在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之前拿走了我的箱子，那你也没有理由、没有条件、没有任何权利告诉我让我来拿回我刚刚放在肯德基相信你的那个箱子。好了，他错了，这不是错不错的问题，是原则问题。那你过来，过来，一些，一些，哎哎，一些。 我们不是在这等船。